大家好，我是汪清海，我经营五方已经差不多11年了。其实五方刚开始是跟Mediacorp Academy 一起做的，然后其实我还在电视台还没离开的大概2年前就已经开始做了，纯粹是一种热忱，希望可以将武术发扬光大，然后传承。对艺人来说，我们当然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们的知名度嘛，会一定会有一定的帮助，对宣传方面。不过始终呢，这个优势呢，可能可以帮助你3年或5年，始终还是考你的实力。武术教学呢，要不断的好像运动员这样创新以新的方法希望可以让学生更快的进步，更快的成长。学生就好像你孩子你要希望看到他好，希望看到他成长，看到他进步你用一颗心去做他就会他因为这个热忱，因为这个爱心，他会让你维持很久。不过你完全以利益来看呢这个是一个很艰难的工作。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工作狂，我可以星期一到礼拜天每一天都在工作。前10年我基本上每天就是穿着一样的教练的武馆的衣服头发都没怎么梳。能接受我的训练的孩子们真的是不容易，因为我的训练方式非常严格，一段动作打得不好，我会要求到他们打得好才放过他们可能一打就要打10次、20次、甚至50次。我的学生很多个都已经在全国赛都是冠军，很多个都在国家队，也有很多个好几个在也在国际赛上拿牌了。不过其实这个不是我最主要想追求的，我得到的那些满足感呢，是看到他们的转变。先要懂得做人才做事，就是把你的基本的创业的 character 弄好，就好像习武一样，未曾习武先习德嘛，未曾习艺先习礼。哦，你自己要把你自己本身的 discipline 搞好。我觉得越难做的事，越少人要做，反正是越好做。那你还没有做就会担心，你要担心什么？你想这么远做吗？你做现在该做的事情。当然你做生意你有一个大概的 plan， 那你没有做你就船头怕贼船尾怕鬼是吧？你这样很多 restriction 你cannot move。 在我搞五方的时候，其实我很多 business experience 其实是从是在做的时候学习的。 It doesn't matter you make mistake because you just don't repeat the same mistake。 我的创业 DNA 是心智，因为我觉得凡事把心摆在对的位置一定不会错。 Hi everyone, I'm Vincent Ng, I dare to dream.